喂，大家好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怎么挖硬碟币，也就是所谓的 Buster Coin。那就是这种方法其实有很多啊，不过就是每个方法都有优缺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软体，bug 还蛮多的。如果这样跟着我一步一步操作，应该会遇到比较少的麻烦。好，那就开始咯，打开浏览器，打POL.BUSTCOIN.RO， 然后输入，然后就会看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 Wallet， 右上角给它点进去，好，给它跑一下，这里网页都不会跑太快，都要等一下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是新，先假设是新的，就来 new create your account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请你把这个复制起来，这一串东西复制，然后去桌面这边开一个记事本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就把它贴上。还要储存哦，这以后登录都是靠这个的。好，然后就回到刚才网页，然后按一下 next， 然后，然后把刚才啊，我们不是记录下来的嘛，把它全部再把它复制，再把它贴上来一下，然后再按 next， 好。然后各位这边就已经成功创立了一个新的钱包，然后再来就是要去等一下，再来就是要去找人汇五个钱币给你，你可以去我们的脸书社团发文要要看，我们的脸书社团叫这个名字，在这里。Buster Coin 硬碟挖矿风，你可以来这里留留言，然后就有人汇钱给你啊！你要留什么言呢？就请你把上面这一串你看到的这一串把它像啊，从这里好了，这样复制下来，然后贴到这里来，然后跟大家说，请给我五枚钱币吧，然后可能就有人汇钱给你了。对，好，先讲到这里，第一段。